表演了，让我知道一下。看到我们表演吗？我觉得举手的只有三次，他就是哇塞，现场的一百人，谁举手？看到我好惨啊！天哪，这太感动了。其实我们两部是今年才决定要练板，没有说我们今年只能大改版。大改版给您，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号，好不好？那其实我们现在好像不应该出现这个主持，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应该是谁？我们要去，我把我们自己的 set 好之后，再跟大家介绍这个曲子吧。来呀、啊！好，那我们先 set 一下。哎，你要等我。好，待会等我们一下。有点没节奏感，好，这不重点。哎，我们要出场哎，那我们带来这个乐器，哎，我啊，这是什么啊？那大家可以来猜猜看，这是什么喽？好的，开放现场无奖征答，请问这个是什么乐器呢？很好，那个举手的同学，戴着红色围巾的同学，对，就是你。什么？洗衣板？怎么会是洗衣板呢？好紧张哦，其实。大家做好了吗？做定位了吗？那我们要准备。